今天开始早八上课了，然后早餐要了一个麻团，还有一个手抓饼。今天下午下课下晚了，然后到食堂基本上没有什么菜了，要了一个青椒肉丝，一个炒的花菜，还有一个鱼豆丝。这边都是学校的文化衫。哇，这个是，这是燕吧？南开大学的庄浪文化。庄浪，南开味道。这边都是可爱的小熊。然后还有卖吃的的沙拉、香肠、热狗，帆布袋挺好看的，还有校徽什么的。这一套校徽要118块钱。这一片都是明信片。这个笔记本还挺好看的，这一排的小熊好可爱呀。